智力玩具、动物乐园音乐盒。猫猫，姐姐带来了一个特别好玩的玩具，你看，是动物乐园音乐盒，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？这个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啊？小青蛙。对了，是小青蛙的叫声。猫猫，你听，这是什么声音？小鸭子。对，是小鸭子的声音。还有这个，小鸟。是小鸟的声音。音乐盒里还有很多好听的音乐哟，你听。哇，真好听。你听。来，你自己来。小鸟呢？这里。小朋友，动物乐园音乐盒还有很多有趣的玩法，快和爸爸妈妈一起来玩吧。